家好，我是佩晨，欢迎收看《小宝贝大世界》。大家在吃饼干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就是饼干上面会有一个一个的小洞，有些就没有。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制作饼干的食材在搓揉或是发酵时会产生很多的气体，因为缺少油分，气体就无法排出而囤积在面团里。饼干在烘焙的过程中会因为受热导致体积膨胀，所以会在饼干的上面压出一个一个的小孔，好让热气散出，保持饼干的酥脆口感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难怪饼干吃起来会酥酥脆脆的。小宝贝大世界，下次再见。